我们今天来台中估车啊，2020年的 GLC Coupe，20年的要卖了呢，4月才交车呢，好不好？帮哎、欸，好像这台白色的，对啊，白色是这样。好，到了，我们去估一下车了，好不好？走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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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。啊，哇，我怕你的方先生。哎、欸，你好，你好。要打马赛克吗？不用，不用，不用，不用。需要行照吗？不啊，行照就好，照。枪不管就行。对。哦，方旭勇，这个字念长。好长哦，来，来，来，坐，坐在这。藏在资源哦，哈。那你穿里面全部都球棒。因为我看你穿这样，好像。哎、欸，你露馅了啦！你看，就含羞草日记。哎呀，我严重的怀疑，哎、欸，你是不是故意用这个名义，哎，调我下来台中、欸、找你？对，真的假的？對對對對你已经进了吧？看他真的好快哦、喔！ご覧の番組はシア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Hello，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小思的阿呆在什么 Vlog， 因为看起来没有车，我们今天估这一台推车载满了球，等一下要跑一颗签名球起来。今天我们邀请到超级大来宾，因缘际会之下竟然可以认识这位顶尖的职棒明星啊，好不好？直接进来了，豹子腿方旭勇啊，不是方长勇，方长勇，方长勇，嗨，大家好，看到没有？莫忘当初，我们这偌济网友买到，是哦，我们很表啊，我们用限量的做100件，卖完为止。哎、欸，今天你要送我啊吼？无，提给你看一下，我提我看下，你要我吗？不啊，还要欢喜者。哎、欸，提个台中来啊，就是要送你啊。谢谢谢谢谢谢。今天我们特地哦，请到这个职棒，因为小我自己本身哦，我要跟教练讲一下这个故事。那、我小时候其实哦，我曾经投球的时候。手拉伤，就因缘际会认识方教练，我就说、教练，我想打球，欸、很感动哎、欸，你知道吗？他跟我说好的时候，哇，我感动，你知道？从小到大没有人教我丢过棒球，唯一当兵的时候丢手榴弹，丢手榴弹。我还讲，我丢手榴弹，我给出决心，我感觉我的手整只手都要跟着飞出去了，分开了。哎、欸，我感觉刚才被分开啊，所以我觉得一定是我的这个动作有问题。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特辑就是小思哈，一个从来没有打过棒球的素人，经过教练的调教之后，能不能这个击出安打这样，好不好？那接下来我们就麻烦方长勇教练好好的来我们调教一下。OK OK， 不用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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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，来接你来。哎呀，哎、欸，你看我很遮了的，哎、欸，那呢，全身上下都是硬的啦，有个地方特别硬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拳头。来，哎、欸，你那在扒亏啊？我手打开，我已经那是硬汉喽。我来讲，教练，哎，以前我有个同学啊，他就有一天忽然跟我说，我的腰很软，我说多软。我可以舔到自己的鸡鸡，老可怜，老可怜。我跟你讲，这只有两个状况嘛，筋特别软，因为太长。哎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这个以碗救口的概念，对吧？哎，教练，流汗的是正常的吗？正常的。太快了吧？哎，啊，头会使撸落撸好，好好。哎，都只要我讲的故事，只要大点的头，大点，大点的头去找小点的头，好。啊，是要叫伊来找我，还是我去找伊？两个同步进行。是较久的，啊，就遐向头着，啊，体袂倒的，不爽快的倒的啦。哎、欸，倒的啦。就跳，就跳，哦，就跳。倒的就跳，加。没了，没了，这很舒服啊。哎、欸，啊，肩膀对，肩膀对，哦。你不用啥，你拢在叫人倒。哎，今麦我你倒落来，无我无你叫人倒诶，主动诶，倒好烫好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拢是咧凹人诶脚吼，哎，肩膀对，肩膀对，哟，不要乱凹人家脚啊！我跟你讲，啊，热身真的很重要。对啊，对啊，一定要热身，尤其像我这种上了年纪的，一定要热身。你手腕，哎呀妹，还没有，哎。我觉得教练在玩我哎、欸！教练，他这个我看有人指头会伸出来，对，啊，有人会全部进去，对，哪一个才是正确的？他没有什么正不正确，他其实就是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而已。那这只有人这样出来吗？
你可以当第一个。没人这样子的啦。对，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，嗯，投球啊，指甲是不是要剪到最短？不用到最短，有一个很重要的哦，我的经验啊，相对剪得不好，因为相对你也吃不到缝线的感觉，有一点点的指甲，但是不能相等。所以咱安怎剪？棒球有一种是安尼剪，安尼啊，安尼比较符合你原本一种习惯安尼嘛。啊，哈哈哈哈哈！喂，哇，我没有想到他突然来这一招，你知道吗？我以为今天这一集就是我要处理了，没想到兽性大发，在别人的频道可以比较放开一点。我跟你摸摸草，没草，我本来就没你玩玩啊，没有没玩啊。正经的正经，你注意看棒球，它是一个 C 字形，来，啊，咱两只手食指跟中指啊分开，哎，并在一起，你注意看。中指卡等，对吧？所以它要符合这个 C 这里，因为你注意看，这样就是安尼。对。啊，咱中指更卡等，所以我们要符合这样子。你注意看哦，那是唔对边的位，哎，就边中食指的位置比较长，大拇指伊就放咧下骹辅助尔。压到，哎，对压到两个。哎，伊就要合为安尼尔。投球其实就这两只手指头会用到，会使用到而已，其他都用不到。好啦，我先投球啊。嘿，就直接先丢。哎、hey, 嗯，看起来袂歹呢。我来讲，蛋较大粒嘞，手就飞出去啊。先轻轻牵得啊，轻轻牵得啊。嗯，好像会旋呢，会旋转。因为你的手指头在对位置上，它就会吃得到那个缝线。我不自觉会这样呢，为什么？ Hey, 你会往左边对不对？这是正常的吗？我们刚刚是不是讲到中指比较长？哎、hey. ，所以其实你的出手啊，你那是按你夹来出手的位置，中指会留到最后。嗯、hey. ，因为按你照的，所以我们在出手的时候是应该要食指。稍微的往内扣一点，往内旋一点，你的手都拿太高了，拿太高，不用拿那么高，不用拿那么高，其实低低的就好了，低低的就好了。对，因为吼，有的人讲，正常你高的拢讲手要较悬的，哎，但是其实我们的里面啊，这个肩膀里面其实是有一个，我们把它放大看的话，其实它这里有一个肩峰，对，你骨头里面是长这样，啊，你要较接到咱的手，其实你只要你的手只要过这个肩膀的高度，它就会卡住了。所以，但是你也感觉足奇怪，像那伫咧。海报啊，电视啊，慢动作照片看，到处拢是，哦，手摇到悬呢。对，是为什么？其实你注意看哦，每个投手他们在起来的时候，嗯，一起来的时候其实手拢低低啊，底下拢低低啊。他是，但是他为什么可以变那么高？伊其实手摇都低，但是伊是透过身体下压，让伊手变悬的。伊唔是你手伸悬啊，我知意思。变悬的，我知意思。对对对，所以这个动作是。很多人的一个迷思啊，都觉得哦，手要举很高。对，其实不没有必要。哎，哎，哦，这样想喝。哎，旋转。哎，脚抬起来。哎，旋转。哎，其实，在你为什么说你手不要出那么多力量？手其实它只是塞车跟方向盘呀，它只是方向盘而已。哦，真正的 ending 油门是你的髋，你的身体。这个出力，你把它比喻成这个是方向盘，它是在控制你的方向而已。不是，我都没有在扶方向盘，我有别的地方会处理这个事情。我知道，我有看过。但对于一个四十几岁的人来讲，蛮硬的，而且比想象中困难很多。投球投到会喘，是这样。啊，教练啊，你更黑啊，打击练习，就是 Ken 一。牵着那个黑棍，他可怜啊！哎啦，所以其实我们现在的距离啊，其实是比较短，是不是？跟真正的那個真正的投手，投手大概在后面的。哦，啊，他说在这里嘞。对，我用爬的都爬不到嘞，他可怜。18.44公尺，我丢颗看丢不丢得到那个洞，好不好？好来，你看，提前落地了，看这距离，看到是。会担心的距离呢？这没有开玩笑的距离啊！你确定真的是那么远吗？可以啊，好像很轻松哎。哎呀，你看，那太高了，还是丢得到啊？滑掉了啦！不然你还没存意外的对吧？你还没存手榴弹，那那45度应该都会高吧？哎，哎，哎，今天捡到一支，咱是来捡球。来，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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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。很慢啊，小便球啊，要用小便球丢也没什么了不起的，对不对？要买要用个直插球去丢，对不对？还是斯莱达？哎呦，
越来越像哦。我会觉得哈，像教练那么瘦，像我这样空有一身蛮力没有用，我觉得是很讲求协调性。为什么人家说光做重量训练跟棒球它没有直接的没有最直接的关系？因为棒球员在做重量训练，他会多做一些联动的训练。你很少看到棒球员可能卧推可能十组，很少，没有真的亲自来玩一下，你不知道什么叫做协调性。我中间讲那么多话是我想休息，那你可以休息啊，不行，哎，我告诉你。我告诉你，我所教的学生每一个在做这样的训练，都大概站在你的前面，大概6公尺左右做这样训练。你算 pro 的，我算较白吧。哎，哎呦！啊，在这距离我也没有把握说我一定丢得到。我们来一人一颗，天姐的辛苦了，来，我陪你。确实是丢得到的，还是要靠他，我才有办法休息。最重要的一球啊，哦，这个养好三坏满球数，满垒，好不好？最后一个，看能不能三振打者。啊，很紧张啊。投手要准备了，好啊，准备动作完，你知道怎样吗？你上次有没有看一下？有没有？要后空翻一下，你没有看吗？然后他若无其事，有没有？有成功哦！怎么样？有没有投球嘛？对不对？哈，我刚从这样。我走过来，我从投手丘走过来的。明明就是用爬的。教练，我短时间内，应该是没有办法完成好好投球这个任务。听说你要叫我接你的球，好啦，我就接了啦，好不好？没有接过职棒球员的球，有多少人没有这种机会？所以就算被教练的球砸到，没接到啊，干也不能也没有后悔了啦，好不好？死生无憾了啦，接了啦，来。哎，教练，你球刚过来有没有？哎，先变两颗，再变四颗，你知道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有闪光。看一下。哦。我还讲啊，阿呆，你知道年纪到这怎样？怪东怪西啦。咱的球无好，咱的手头无好，即马是光线无好啦。疼敢是正常的，接错地方对不对？要接到网子对不对？在虎口的地方，所以是要拿侧面，我可能是拿正面都可以，其实就是这样子接，手套的每个位置，哎，来到中间，你的重要器官的部分就转过来，哎，这样，那另外一边，哎，你就是这样而已。哎呦，在这边，在这边。这样就不会痛了，这样大概多快？这样大概100公里而已吧。好，了解。也许还不到哎，没卡起来不？我拢会使啊，你把我想美丽的好啊。我肯卡你的右手边哎，他说他要全力啊，我试试看接不接得到，好不好？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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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应该接得到啊，可以啊。刚才全力哦，要全力吗？刚才还没有，还没。看看，根本就是在糟蹋人啊！我怕我会打到你啊！打到是不会啊，一颗就好了。好，他怕我受伤啊，年纪有了。哎，好。看不到，太快。啊，撤！好了，今天小师棒球频道
如果要看关于汽车的影片，记得订阅豹子腿方长勇的 YouTube， 好，去搜寻一下跟车子有关的，到那边看。我们特地交流，让观众朋友换换口味。如果说对棒球有兴趣的朋友、小朋友，好，都欢迎私讯方长勇教练。对的，脸书的粉丝专业，亲自回答。哎，对，我都自己。还是爆傻回答？我都自己回答。亲自回答。好，所以如果你粉丝想要寄一些照片，都寄传去那边没有关系。对，我老婆会看。啊，会看。那我没有办法，先传给我，我再帮你转达，好不好？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谢谢大家观赏，记得要订阅我们两个的频道。拜拜，拜拜。要订阅啦，哎，手拢安尼啊，哎，正起来呀，搁不爱订阅啥啦？啊，你拢刚刚要看，恁家免费载，好不好？订阅一下，订阅一下，我们很辛苦啊，那流汗了，真的流汗，没有开玩笑。订阅，订阅，订阅，拜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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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拜拜。欸、你要签这个签名球，收给粉丝哦，好不好？好像可以、哦。豹子腿，张旭勇。我每次去那聊天室我都乱聊，每次都打错字，故意打错字。我会讲，搞不好妈年底又跑去打职棒，又打得好，球就增值。有可能啊，那你要自己努力。再过个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、四十年、五十年，哎、欸，对不对？大家都不打棒球了，增值了，对不对？你以为我要说什么？不知道你说什么。车，我连他妈的里程我都按不出来，怎么会这样？都不用，对啊，有没有？它是滑的，它这是滑的，有没有？讲小声一点，他被笑。凡事总有第一次嘛，对不对？阿呆，你第一次你就会了吗？不会啊，你会吗？谁教你？没有人教我吗？那你怎么会的？一起研究啊。哦，那我是要找车子来一起研究。